本期介绍王国引爆。引爆的野兽形态和机器狗长得很像，但是这是两款毫不相干的玩具，价格也差了好几倍。引爆是黄豹的重涂版本，通体黑色，显得逼格高很多，变形就和黄豹一样了。头雕改成面具了，和机器狗完全不一样，人形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模具用在黄豹身上就感觉差点意思，但是用在引爆身上就感觉特别搭配，黑色配色直接把档次拉高了。持续更新。